今天用工业款的桌面一体机雕刻一个墨石做的牌子，定好位置一键雕刻。这个是线条图，这个速度是正常的雕刻速度，是非常快。雕刻了5遍之后，这个效果就已经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效果，还是很清晰的。这是原图，对比一下，完全的复制。